抱负使香港继续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及稳定的社会。目标为确保社会安稳，香港警队务必维护法纪，维持治安防止及侦破罪案，保障市民生命财产，与市民大众及其他机构维持紧密合作和联系，凡事悉力以赴，力求做得最好，维持市民对警队的信心。价值观：正直及诚实的品格，尊重市民及警队成员的个人权利，以公正、无私和体谅的态度去处置和对人承担责任及接受问责，专业精神，致力提供优质服务，达至精益求精，尽量配合环境的转变，对内对外均维持有效的沟通。